看呀，这么大吗？还在这里张口呼吸，你看，你动它，它就闭上了。我看看这个呢，哇，这个呢，这个有点闭不上了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哇，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今天我又来赶海了啊，刚来收获两个大扇贝，不错哟，收了。这种扇贝可贵了哈，我从来都是只捡不买，吃不起。你像那种普通的，哎，这里还有扇贝。我就说的是像这种普通的，平时如果不想赶海，可以买一买吃啊。哇，也肥呀，因为这种价格不贵。看这里还有两个，哟，这么多吗？哎，这个也是还活的，看闭上了，收了啊。这么大，看，过瘾过瘾。这一个可是啊，壳咋不一样啊？它壳，你看底下长，上边短，真有意思。看看石块底下。有没有活？没有啊，这个石头小了。看看这个石头底下，哎，哦，八爪鱼，看看看，哇，有一个八爪鱼在里面。这个石头好沉啊！呀，慢点。呀，哇，这么多吗？呀呀呀呀，今天发财了！看看看，咦，这个跑了要跑还，起，不错吧？哎呀，漂亮，收了，往哪跑你？收手就擒吧，嘿，咦，这么大，怎么样？漂亮啊，收了，放下。哎耶，这个石头是可沉可沉了啊。这里有扇贝，捡了。哎，今天又是吃贝类的一天呀。没有，这一个扇贝，没有，扇贝捡了它，看一下是啥。走走，哦，好大，这个石头差点又砸到我的脚啊！天哪，最近的扇八爪鱼可太大了，这也，哎嘿，呀哈，又把自己气开花了，恐惧是不是？收了，哎，石头再给它搬过去，走，看看看看看，在我的桶里它要跑，你看爪子勾到外边就想逃跑啊！这个是啥？你看，好漂亮的大贝壳，怎么样啊？这个完全可以带回去。你看这里又有大扇贝，好大有没有？收了。这里有一个，这个更大，又肥又大。有没有大货？没有呗。有没有大货？这里咋回事？嗯，我看到了。咦，给你们看看，有没有？哎，咋不见了？在这，在这。喂，喂，哎，我实在是搬不动，快沉了。慢点。哇塞，还想跑、哎哎？出来一个小螃蟹。小螃蟹，我还看到鱼了呢，它又进去了，我的天！想逃跑哎？呀，不错吧？想逃跑没有门儿？看这底下进来鱼了，跑了。给他回去，再给他整个空隙，下次还能藏八爪鱼哦。这里是一只猫眼螺，哎呀，这里边还有好多小鱼啊！看这猫眼螺什么情况？哎，你看动它，它还往后缩，咋不推沙呀？懒吗在这儿？它应该是在这里很悠闲，你看身上还很干净，给它捏一个啊！咦、哎，丰富，不错不错，哎呦，手往滑，收了。嗯，这还有一个哟，我竟然没看到，藏石头这边藏的挺好呀。他是在这里往外推了，但是遇到石头推不动了。咦咦咦，挺好挺好，还没吸多少沙，也没吸多少水，瘦了啊。这一个扇贝，哇，这么多鲍鱼，你看我离老远一看，只有一个扇贝的，你看呀。哇塞，这么多鲍鱼吗？哇、哦，有大有小，还这个这么大，哇塞，发财了！哎呦，哎，这么多吗？看看，这幸亏是一个扇贝把我吸引过来的，要不然我都看不见呢。收了啊，好多大虾呀！哇塞呀，
看他们被水冲到这边，然后水下去了，虾没下去。看这个，这个爪子还抖。哇，好不错。哎呦吼，弹了呢。虾，说不说？哎呦我的天，这太哇塞了吧！看看，好多好多，这随便一捡就是一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个小一点啊，收了。我眼看着他从这里面逃出来了，为啥呀？出来迎接我吗？你还是出来吃海菜呀？晚上出来散个步。好啊，哎哎哎哎哎！我的天哪，原来如此，你是出来串门子？他是从那个石头出来过来找这个邻居吧？你是不是早看见了？我没看到。天哪，我真没看到。那我怀疑这里边还有。这等着没了，快再给他扣上。倒个窝，看这石块底下还有没有货，有没有货？有啊，这么大不应该没有啊。走吧，大货都藏在小石头里吗？有吗？有。有吗？有，没有。哎，是活的。这个呢？这个不行了，收了啊。我的捡了条。哟，看，这里大八爪鱼，帮我看看还有吗？哇，两条呢！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，哎，哎呀，没有。四个大石块，哇、哦，漂亮！又把自己给气成开花了。这里边像有人样的，啥也没有。看这里还有鲍鱼，看看，哎，这个鲍鱼在这里跳起来了，这转了一圈，咦、哎，还可以啊，这个肉好肥呀、啊！你看，看看，动了，动了，哦。大家好，我叫鲍鱼，给大家表演一个跳舞。哦，收了。哎呀，这个肉也太大了吧，两大两小的。哦，收了，看这下背。哎嘿，我的天，跟个手掌这么大，过瘾吧？回家做个酸中粉丝，然后把粉丝放在这儿，正好能撑住。收了。这还有个鲍鱼，刚才哪里呀、啊？看花眼了。你看，石头上还有一个扇贝贴在这。嗯，鲍鱼在这里吃海蛎子吧。鲍鱼说的啥？扇贝。好吧，看看看，哇，非常的鲜活。我看它就在这里爬，把我激动的都把鲍鱼说成扇贝了。哎，走吧，看这里一个小海螺，有肉吗？哎呀！我用沙给它洗一下，咦，有肉的，这个个头有点小的，还要吗？